Hello，朋友哥，我是风破。我们将玩的就是 Minecraft，没错。那我们要玩的就是这个 Terraced 2，大地复苏二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吧。火那个温度问题真的是，我要讨教一下温度问题是不是？其实我应该要先计算说，不，这个计算它的是那个上升到。呜呼，哇哦，耳朵快炸了。温度是个很麻烦的应对的问题啊。然后这边，对，之前的时候忘记看说这边有这个东西，其实还是蛮强的。Didn't sometimes lie down over your eyes。加生命值哎，还有书，然后满了，加生命值咯，想不到这边还给我这种惊喜。接下来要去哪里啊？这里。或者是这里，两边貌似都是可以的，两边貌似都是同样的位置。我从那边走过去好了，在那之前我就是先，然后准备下一瓶。哦，对了，那个稍微把旁边再修整一下。好，这样子，那我们就继续吧。其实这个东西有没有攻略，我不确定呢。那一个我觉得很可疑，到时候还是要去看一下。有夜视之后会看到一些比较之前没看到的东西。哎，这里有东西，吸个。尊长，这里有。哦，挑战任务哎，那你？越过沿江河，越过沿江河，什么？越过沿江河，闹屁啊这！换的啥？什么？突然跑出了像是马，哦，这是为了啊！我这是要怎么过？不，来不及！这太夸张了吧！嘿，撒回，连这个都，这个也算哦。太鸟了吧这！我的。因为我稍微回去修，快点出！你太夸张了吧，整个都在冒着。你这闹哪样？我跳不起来了吗？你太鸟了吧！打一下就回就死一下，我听你在补。为什么我在这边复活了？闹屁啊！这个，哎，他是不是只能重置掉？哦，是，您都说的都是啊。去他喵的！啊，很屌是吧？啊，他喵了，这有超不公平的、啊！这温度要素，林淼这太机智了，这。是，您说的都是，反正都是我自己的问题啊，是吧？啊。
忘记设置重生点，难怪我要重跑。What the？ 这边光是依靠这种需要冷却的这种要素存在之后，就变得超级困难，应该说是很难很难过了。至少要把这东西去掉。我估计那边应该有其他东西，可是我现在还是先忙我这里就好。麦呢？又来了，太夸张了吧？哎，这边没有其他可以冷却的地方了吗？是是，你们说的都是啊。Gosh， 你他喵的，您说的都是、啊，反正就是我有问题啊，按的跟鬼一样，就是我有问题啊。他喵，这个地方的真的很困难。等一下，哇塞！好，太夸张了吧！啊！我水怎么在那边？糟糕！啊！合理卡在，苹果来了，苹果来了，舅舅。啊！我水怎么就跑到那边去了啦？不行，我必须回去拿那些。其实没有，那个水很重要啦，那个水是生命之源呢、欸，拜托。因为我觉得之前没有把那个捞回来，可是我印象中我捞了、啊。跑跑跑！怎么还会活着啊？照理讲，不是应该自己死？不是应该死的跟鬼一样吗？很好。如果你们觉得我好像……很多时候都不讲话是很正常的，因为这没有办法，这个真的他喵的有够困难啊！有温度要素在之后，变得异常的复杂跟困难。你没有，这我难对你们解释啊！就因为他喵真的变得超级讨人厌，有够戏称说这个叫火把传奇，这的确是啊。的确是火法传奇啊！你这里面需要的火法量超多，戏称。用你是吧？啊！
他喵的，都你！获得了一个强力弓 ，TNT。哇！好，那么不好就不要回头，先就先回去补一下。我发现我不能再穿这双鞋子了。鞋子很棒，可是这鞋子是很棒的东西，可是没有办法，没办法负荷。这我觉得不太行啊。直接这样走过来的吗？哪来的渡鱼啦？有渡鱼吗？等一下，不行，鞋子不能再，不能。这渡鱼是不怕火焰的，是不是？什么？平常就已经是要烧死的状态，这种状态可以吗？可以耶，既然是。可以这样子，天哪！我死！屁了！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你他喵的就是那一只拉巴 fish， 有你这家伙在啊，难怪。去你他妈拉巴 fish！ 这个不可能，这个不可能，这除非是一群人在玩。我先调整好我的东西。要没有弓箭呢？太夸张了吧！再来一次。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我不懂啊！
What? Gosh, 失败。什么原因才没有那个的、啊、被撞，没有被击飞出去的？莫名其妙，通过事件啊？什么理由让你来到火焰的中心的火山的中心的？如果你在找岩浆的话，你可以在不远处的某个山洞找到他们的巢穴。哎、欸，哦，原来不在这里哦。哎、欸，要小心他们。好，好，好。结果还没有遇到岩浆团。哎呀，哇，这么方便啊，太感谢你了。哎呦。还有紧急事要处理，好哦，好哦。看来很多东西我还没有来得及去处理啊。我觉得刚超鸟的啊，就是，而且为什么突然就完成了？啊啊，没得做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做出简单的控制感出来的。我还没有智障到成这个样子。哦，这里是哪儿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边是哪里啊。等，我觉得很不妙。好、哦，再用一次就好了。太机智了，我啊，总算。为什么我觉得我走的路线完全跟想象中不一样啊？我走到别的区域是不是？这路它没有够长，而且这还是我已经打完岩浆团的情况下啊，吓一跳，我以为我的鞋子爆了。还有我刚刚很机智的把它弄掉。我觉得啦，这个区应该是还有的，有得逛才是啦。不过这个就等我下一次再继续打了。刚打那个东西打得有点讨厌的东西呢，讨厌那只，讨厌那个深海守卫，已经要被岩浆守卫了。奇妙的东西，讨厌的打法。因为反而我走到这个地，我走到刚刚那边的时候，竟然只是拿了大地回复，而不是就直接什么事都搞完了，蛮奇妙的。这样子吧 ，See you， 我才不打你们呢，嘿，哈哈哈哈哈。